留意一下那些綠燈全部都是華將的，不用說那麼多了，華將總之記住啊，除了蘇迪紅鄉村小子威武雄斯、一路都落了招財名區蘇巴王、隨時預備步預備呀，你步那陣影響大紅袍喳聲擺在前面，我們慢慢咳埋，看到就是海王子啦，中間還有招財名區，然後入面蘇巴王，再後少少跟住先見到就係爆發力啊，咁啊，然之後跟住就係道庭烏冬，咁最後啲惡難位置就係葉城於斯入邊就係不得了啊！再過零馬位之後，跟住先見到咧，其他鄉村小子啊，鄉村小子外邊就係傲馬精神，再後啲跟住先見到熱門嗰只赤膽雄威喎、啊，拍住入邊仲有嗰只咧就係冠先鋒中間仲有嗰只威武雄星啊，喺曬美麗之寶啊，距離頭馬超過11個馬位噶、啊。好啦，差唔多预备转银禧湾啦，前面放头记得大红袍放出头，过零马威之先领先招财名区守住个第二，今日及待上咗嚟，仲有嗰只就系海王子喎，两个马位之后跟住先见到苏跑王啊，然之后跟住爆发力，最后啲跟住就系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再后啲跟住先至见到嗰只系道庭乌冬啊，然之后就系叶城于斯，叶城于斯再后少少跟住先就乡村小子，然之后傲马精神开始要骑啦噃，最后啲跟住就系冠先锋啦。咁再後少少跟住先見到就係利之寶啊、威武雄星啊、赤膽雄威啊嗰啲馬噶，差唔多轉翻預備入正直路前面放頭，請見收仲係大紅袍啊！今日及到上嚟追佢咧，見到撞兩撞嗰只咧就係海王之後面上嚟，仲有招財名區啊，後面再將見到仲有蘇跑王，然之後入邊仲有葉城於斯，後面上嚟見到仲有不得了嗰啲馬，前面嚟講大紅袍就越騎越有啊，後面上嚟見到海王葉城於斯喺入邊賺緊位啊，然之後上過嚟見到仲有不得了啊，後面上過嚟見到仲有威武雄星啊嗰啲馬嚟嘅，依然領先仲係海王之鬥緊入邊嘅大紅袍，三頭兩尾真係不得了啊，殺緊上嚟啦，海王。只就鬥緊不得了，入咗上嚟，仲有葉城於斯嘅，可跑第一名不得了，跑第二三四名嘅影啊！想睇下葉城於斯啊、海王子啊，定係鄉村小子啦，不得了，越騎越有啊！呢只馬而家唔波歐啊，乜嘢跑道都得啦。海王子最尾幾步無以為繼，反而葉城於斯撲緊上嚟，不得了就跑第一。葉城於斯可能第二嘅影啊，想跑第三，睇下咪海王子啊，定係威武雄星啊嗰啲馬啦。好啦，睇下邊個影第二啦。究竟係葉城於斯啊，又話係入邊海王子啊，鄉村小子都喺度喎。第二就應該係葉城於斯，葉城於斯啊，三四名鄉村小子同呢個海王子。不得了。非常之唔錯嘅賠率啦，9.8啦，臨尾都有落飛話。葉城於斯咧就10倍喎，哇！呢條 Q OK 噃啊！啊，今日呢個鄉村小子蘇迪紅跑得有文有路喎，睇下有冇機會影上嚟第三，佢同海王子影啊！啊，鄭俊偉就爆嗰段，一起步已經啲馬埋話聲啊！睇下佢大紅袍啊 ，sharp cut 咁樣 cut 埋。哇！呢度嘅呢只馬，哇！個個都冇邊個敢頂佢一大佬，哇！控制唔到咁撞埋佢咁啊，好似咁犀利啲馬。要慳都唔係咁樣慳法噶，小朋友危險嘅呢樣嘢。佢係行啊！佢根本佢係一準備 drive 埋嚟，只馬個反應已經大得好緊要。你睇嗱，埋咗欄都一樣啊！咁哇，行到。但係佢都係拉屎先至啲誒，先至慢減弱啫喎。佢都頂得下一段喎。招財名區跟住佢爆發力，不得了！而家蘇跑跟內欄咁樣跟都得啊！而家係咪先？只馬唔同咗個性格啦，已經怕你什麼咧？係啊，個性格唔同咗，任佢 drive 啦嘛，已經。只四班有得跑嘅，我哋馬加埋而家 top fit， 隔離啊，道庭烏冬啊，養住佢唔緊要啦，順走呢個位算啦。而家以前呢只馬會唔規矩嘅，欣賞阿蘇銘倫啦，跟住佢第二真係葉城於斯，係靠佢，跟住不得了，大家都跟住嗰個位嘅喎，連鄉村小子都係跟住葉城於斯嘅，再留後啲喎，威武雄星真係啱啊呢個跑法，反而大外中右手邊嗰個赤膽雄威1600唔夠衝喎，反而而家留意下啦，而家葉城於斯仲喺度叫出嚟啊！而家仲未望空啊！招財名區同埋蘇跑王之間，哇！依度斬出嚟啊，犀利啊！哇！嗰啲邊要大少少嗰只蘇跑王先出到嚟啊！翻去睇下 check 啊，有冇邊有幾條邊痕先。